我说很多次，我要再说一次，拜托，来到这么漂亮的地方，大自然，拜托不要丢了事。你们看，这么漂亮的一个环境里面，你们看，一在这边，二在这边，我之前有说过，还是一样。哎，然后他们这里也有，超夸张的，超脏，还有很多四个人。剪不完了啦，太多了。周三，一个那么漂亮的地方，随便剪都好多。不要来这里抽烟，这边空气那么好，来呼吸新鲜空气，难过了。你们看哦，碎山里面的，你们看这些什么处理啊？哦，有没有变化吗？还有这边，你们看。还有这边景区里面，这什么东西？等下呢，把这些全部都要带回去，这样不行。台湾一定要好好被照顾。台湾真的很漂亮，但是这种垃圾真的是捡不完，大家都要注意一下，因为这样随便丢垃圾，我们的报道会越来越脏。再来，你们看，你们看，这里还有一个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么漂亮的瀑布的。前面，拜托，我不想要再拍一次，拜托，这种随便丢垃圾的朋友们，拜托你们把这些垃圾带走，拜托，真的是拜托、哦，这么漂亮的地方，这些东西在这里干嘛？哦，不懂哎，不只是里面哦，外面也是，你们看，这个。一进去大自然里面，摇花哦，一两百年以上才有办法被融化，你们不觉得很可惜吗？